竹升面，用鸭蛋与碱水调配和面，蛋补充了面团中的蛋白质，碱进一步增加面粉骨蛋白筋力。这般劲道，广东话是两个字，阴难。碱水苦涩味须散尽，广东话叫早感。夏季3到5天，冬季也许10天，多一日面条腐坏，少一日味道则不佳。来单下面几十秒出锅，到底几十秒，又倒是需凭经验。广东话讲的是一定不要嫩，这样才得来一碗销魂细蓉。汤汁清澈如茶，入到口腔里爆出丰富层次。新鲜猪骨配合数种原材料慢火吊汤，罗汉果清甜又平衡燥热，虾子与金华火腿风味尽收。而大地鱼要取肉厚的经火烤，点化出汤的灵魂所在。包云吞讲究力道，太紧云吞会太实，太松则一煮就散。成品外形须如金鱼散尾一般，入水后游出口感层次。